家好，我是 Cherry， 我今天要去打新冠疫苗第一针。我预约的是前两天预约的，今天这个现在目前英国还是挺容易预约上的。我去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小镇上，叫 Lopez。然后因为我的朋友他们都说美国的相对安全一些，所以呢就约了今天去打针。COVID-19 的疫苗，因为要打两针嘛，就现在第一针约在今天，大概第二针在8周以后。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呢，是一个离我住的地方不远的一个小镇，很漂亮的小镇，叫 Mopeth。 然后一会儿我会带大家也顺便看一下 Mopeth 的一些很漂亮的公园。谢谢，一会儿见。No. I just went to打了疫苗，然后人还挺多的，没想到人那么多。但是每个人工作人员还挺负责任，就是你进去之后先排队，排完队之后，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. Thank you.首先有个护士先给你讲一下，你的有没有什么之前有什么过敏啊、发烧呀、有没有打过什么其他疫苗啊什么的，都先给你讲清楚，先把那个在一个表单上先给你列出来。然后呢，给你把各种事情也讲一下。如果你有什么反应，他会说你可以找你的家庭医生，或者是找医院都可以。如果你严重的话，如果不是特别严重，只是轻微的。就吃一些退烧药就可以了，如果你有反应的话哈，没有反应是最好的。然后我就给我一个表单，然后我就去打了。给我打针那个护士呢是比较年轻的一个小姑娘，可能也是因为我太紧张，我的肌肉特别紧，然后从开始扎进去第一下到最后结束都特别的疼，很疼。然后我就忍着，大概持续了10秒钟吧就结束了。然后你就在那儿等15分钟，如果没有什么反应可以出来啦，所以我就打完啦，打完了过来吃点东西。OK。你在吃什么呢？
super day， 很简单，一杯咖啡。看后面这个教堂是很美的，但是只是拍到一个片面而已。松弛，然后这块这两个八字纹，如果一般人特别明显的话，尤其是显得特别老，所以他们现在有时打针嘛，就填充这块，这儿给填起来，就显得年轻至少5岁。你有去打针吗？我没有。谢谢。Thank you.